怎么了？脸这么红？我妈夸你长得好看。我去，不是吧？小胖一个人把这些全吃了，一个蟹粉小笼包都没给我留。就这一点，还不够小胖塞牙缝的呢。是啊，不过这上海蟹粉小笼包确实挺好吃的。嗯。哎，没事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吃坏了。 我去看看。 没事吧？ 没事吧？哦，没什么大事儿，急性肠胃炎，现在还有点发烧，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他年轻，身体素质还行，输输液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，那就好。小胖，你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你们啊，你们，你们就存心搞我，每次一到重要比赛的时候。 你们不搞点花式作妖，你们就不痛快。你们是不是嫌我命长啊？明天的比赛，我躺着也要打完。算你有点良心。我饿了，想吃饼干。嗯，再给我说一次。该吐的我都已经吐完了，就这么发展下去，没等我病好，先饿死了。你们剩下的比赛就只能带着童瑶这个手残辅助给你们打，就问你们怕不怕？我就吃口饼干行不行？吃饼干又不犯法，谁给我买包饼干啊？ 小姐姐，你帮我买点饼干吧，快！我不康复不出院，你就要给成哥当辅助。你想想，以前你辅助的时候多惨。你想说什么？要不还是给小胖买包饼干吧，他饿成这样，我心疼。哎，你干嘛？钱包没带，手机也没电了，买饼干总不能刷卡吧？ 别凶我，你凶我又疼。你好，多少钱？你好，请稍等。生日准备怎么过啊？要不要一起啊？ 不过了，我现在还在医院呢，过毛线生日啊！嗯，生日快乐，挺快乐的，么么哒，老妈。 学个愿吧。
那没办法，今晚的主角。加 YQCB 呗，还有一句 ，CJDX 不会在赛场上消失。哥，你怎么又旧事重提啊？明神，你也信这个？人吧，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运气。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职业选手，剩下的就像小瑞说的一样，我们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。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，我们所有的愿望都一定会实现的。对对，来来来来 ，CJDX 加油！